快来吧。真好吃啊，真好吃。在嘴巴里面融化的，大口大口的吃和牛吧。梦雅，你马上去把你家的体重机拿过来。我看我看，减了3公斤啊！既然这样，当然要给自己一点奖励才行啊，吃一点就好。吃点就好了。好好吃哦。怎么了？伤脑筋耶，不用想也知道妈妈又复胖了。